Jason 你好。Hello 阿瑩你好。好開心可以在新加坡跟你見到。好開心。係啊。我由細睇 TVB 大。係咪啊？嗯，我哋都好掛住你。恭喜你啦，因為知道你開始咗你人生第一個巡迴演唱會啦。其實當你知道自己有呢個巡迴嘅時候，你第一個反應係？真係。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七至八年到都是團體活動，之後個人的話三四年到啦活動了，但係三四年都冇屬於自己的一個 entire show， 所以就激動，同埋會覺得籌備嗰時直到真係上台嗰一刻先知道哦。It's my first show。我哋剩得兩個月嘅時間去籌備，Yeah， 由所有嘢從 scratch 寫劇，寫嗰個 rundown 啊，個 concept 啊，要啲唔同嘅部門嘅邊啲嘅人啊，仲要去reach out 同佢哋，一唔一齊合作啊，即係成個 communication 係真係。It's like nightmare。即係你成個過程，你都係有一齊去參與。係因為要自己度啊，因為唔度嘅話，其實點講咧？我覺得不度的話就變成第二個人的 show。 上到台你那一刻的感覺你就很大感受咯，那一刻咯，就是 在那個舞台上面之後那個 LED 那個屏一開的時候見到觀眾的時候就突然之間很激動，毛管動啊，很感動的感覺，雞皮啊。咁講到話今次呢個 show 其實你有冇話一直都想有個乜嘢嘅 message？有 message，我覺得身為娛樂啦，咁你 entertainment， 你音樂又好，你藝術性嘅又好，你唱歌又好，演戲又好，都係其實屬於係 entertainment。咁其實係娛樂大家嘅，娛樂大家就係成個社會到唔同行業嘅人哋都係需要娛樂嘅，係令到人哋放鬆嘅一樣嘢，通過音樂又好，通過作品又好。咁我覺得我想令到我嘅觀眾同埋睇支持我嘅或者嚟睇，總之嚟到現場嘅人，我希望佢哋可以帶啲思想走咯，即係唔係嚟學嘢，係嚟感覺到都有呢一面喎，啟發，啟發到，啟發到佢哋，啟發到，你有冇為自己著想啊？你呢個諗法好好噶，其實會唔會有啲咩事令到你覺得，我一定要將呢個 message 帶俾大家？有過過一段時間係唔知喺度做緊啲咩，而嗰段時間咧就係好快就過啦，好快，一眨眼就五年咯，十年咯喎，嚟嗰段時間我會覺得，哇！我早啲知道嘅話，我可能會更。做每一個選擇的時候更加準咯，準同埋會諗自己多啲，即係有時亦都唔係話自私嘅，因為你要 take care， 你要照顧到別人，你自己都搞唔掂，你照顧乜鬼嘢別人？所以係我想譬如話嚟我演唱會、嚟我 show 或者知道我呢個人嘅community 觀眾嘅話，有大有細，咁你細嘅話，咁我希望。你冇行過個，你可能可以縮短咗兩三年，你行啲冤枉嘅路，迷茫嘅事啊。同埋之前都聽你講過啦，分享過話，原來嚟緊都會拍電影啊，可唔係？我覺得如果要我會嘗試去拍咯。哦，嘗試都要睇下有冇機會啊。但其實我一直以來點解冇去演咩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冇去影視嗰邊就係因為我覺得。不同行業啊，對我嚟講，你呢個又唔係咁識嘅，你就咁跳咗入去人哋個世界度去，咁樣你有啲唔係咁尊重啦，你明？即係對我嚟講，可能因為所以我覺得咁我都係兩三年、三四年，我自己去 figure out 下，即係你都要有個 base， 你起碼都要去個培訓班啊，或者你咁先慢慢學噶嘛。咁對我嚟講啊，咁咪係咯，我咪兩三年喺度學啊經驗啊，或者溝通啊，或者學武術啊，同埋翻跟斗啊，動作啊嗰啲，要準備好自己。咁而家我覺得今年可能係時候，我覺得可以去面試啦。有冇啲咩角色你好想試？我是完全沒有信心拍愛情片。為什麼呢？ I can't convince myself。 你覺得你如果我希望我由細到大是看you know無間道，看like all these這樣的，你很少看愛情片的，如果這樣說，就是人生就是看過一套，不是，十分愛，都是香港的電影來的，Steffi，right？
I really love Steffi。 咁我如果下一套俾你話 Steffi 做女主角，揾你做男主角，同佢對戲。突然之間所有媒體話啊，原來 Jason 咧，你知唔知有一次我係其實喺 Instagram 咧，係啊，即係我會我好耐突然之間唔知通過咩情況突然之間同 friend 講到係十分愛 Steffi 有冇 Instagram 咧？即係我去 search 之後 ，like 有啊 ，is following me。即係我即刻嚟，哇！好開心喎，激動咗好耐，我話係咪假㗎？喂，嗱，之後即刻 follow 翻。有冇留言俾佢，或者大家有冇 PM 啊？多謝你有 follow。DM， 我有話係咪 biggest fan？ 哦，佢有覆你。佢話哈哈，都算覆啦。喂，你仲想點啊？放心啦，如果有機會我喺香港見到 Steffi， 我幫你 pass 呢個 message 俾佢。我話佢真係好欣賞你。真係求下你，我問一句啊。問啦，問啦。你由細到大一定要揀一套 TVB 嘅劇，你最中意嘅係咩？衝上雲霄。你有冇睇啊？有冇睇啊？有。阿 Sam 哥啊嘛。有。係啊。喂，咁我問翻你啦。咁如果你諗最中意嗰套 TVB 劇有邊套啊？咁樣啊？係啊。東谷神探同埋男親女愛。識揀。係。因為嘟姐。我中意好誒 ，of course 嘟姐，但我都好中意黃子華，好中意好中意。我由佢第一個棟篤笑睇到而家，係咪啊？佢近排都有拍電影啊！我希望有機會，如果真係有個機會俾你同佢合作，我嘅中意嘅 artist 係，我覺得就係保持一個距離，遠遠地我觀眾咁樣。可能佢哋好想同你合作。唔好搞啦，喂！我中意黃子華，我中意林敏聰。啊，係啊。咁你有冇睇下樓上車軸先？佢近排超過，我睇曬所有嗰啲behind 嗰啲都睇曬，都睇曬。喂，同埋都想問翻你啦，因為咧其實你都知啦，作為公眾人物啦，可能會有啲情況咧，會失去咗一部分你嘅支持者嘅。其實你點睇呢件事咧？我都冇話唔係話得唔得失嘅問題，我覺得係原則問題。第一啦，第二就係我自己。譬如我分享了我自己個人觀點的東西，咁就是我信的東西嘛。咁再加多一層就是咁，我又唔係我係一個娛樂I'm entertainer。Right， 咁我又唔係去搞其他事嘅。咁我嘅責任唱歌 make you laugh， make you smile， entertain you。咁我冇其實冇乜資格去判斷任何嘢。咁我就係講分享我自己觀點，得啫，係咯。我哋聽過咁多啦，呢個時候我想有個小遊戲同你玩下嘅，同你揾個快問快答嘅。第一題，你嘅廣東話口頭禪係乜嘢？你明唔明我講咩？好，有啲咩你想要啲咩超能力？我做 TVB 老細。哇！所有人的工資十倍，升十倍。好啊，好啊，多謝。如果巴斯光年變真，第一件事你想跟他做啲乜？我跟他講你做乜嘢啊？做乜鬼嘢？你明明好 excellent， 你明明好，點解你會被 Woody 搶咗你的第一名？即係你整個 Toy Story 你先 ，You're the main。之後你而家你好隔咗好耐之後，你有自己一套戲。唉，算咁講。扮女仔最 sweet 嘅一句説話。我做乜喺呢度講？呢句就係最 sweet 嘅説話。OK， 想唔想拍拖啊？想。有幾想啊？我係好想嘅，但係你知唔知呢樣嘢咧係亦唔係話我冇去嘗試。係。係。係，你冇唔係喂有機會嘅，但係你冇你嘅環境係唔有時係唔允許你。因為阿瑩，即係你當你做譬如話我今日我好對你好，我覺得I really like your personality， 我中意你性格啦，我想識你。And then 聽日我飛咗去泰國咯。Okay， 你後日飛咗去韓國啦，後日 it's just like 冇咗個冇機會去溝通，冇咗嗰個 fire， 其實係係噶，順其自然啦，遇到就遇到遇唔到我諗住就係35歲之前或者40歲之前遇唔到我就諗住發一個 Instagram post 話我真係冇啦，可唔可以有邊個幫下我？你真係 set 咗一個時間俾自己，好希望嗰段希望本身係35之前嘅，但我覺得希望咯。但如果唔掂，咁咪40之前咁，再唔得咪45之前咁咯。係咯，繼續落去，因為我想睇我 BB 耐啲。
哦，是因為呢個原因。我話歲你生完之後，你廿歲好似八十啦喎，咁我同你。同你都飲唔到杯酒啊，飲唔到，同你又傾唔到偈啊，之後同你喂去運動之後，我心臟又唔得啊，之後又高血壓啦。It's not cool, you know. Okay. 所以咪係咯。最後啦，人生最怕嘅嘢係乜嘢？曱甴。真係好驚曱甴㗎。點啊，真係。表演緊跳緊舞嘅時候，突然間就飛曱甴飛埋嚟，咁你點算啊？點算？我即刻停止啊！即重新開過，唔好意思啊 ，sorry， 我都由頭嚟過。你會唔會話俾大家知唔得有曱甴？等陣先。真係唔掂，就算幾 professional 都，曱甴就真係唔。有冇試過啊？冇試過，啲未試過。好啦，今日好多謝你，即係答咗我哋咁多嘅問題，所以咧我最後咧有個 surprise 想送俾你嘅。等陣先，我估下先，係咪俾我禮物啊？嗱，我俾你揸上手摸一下。即係咁樣，你拎下，唔好睇住，唔好睇入邊。你係咪整蠱？唔係啊，唔係曱甴嚟噶，放心，唔係曱甴嚟嘅，抽住。係咪我最中意撈麵啊？唔係，都係你最中意。我中意。你中意嘅，你中意嘅嘢嚟嘅。巴斯光年。唔係，好啦。你冇俾個 Woody 我啊？如果是 Woody 是不是即刻燒了的不是說笑是什麼來的是什麼那些TVB 頒獎典禮那些那些票 No 不是啊你開吧琵琶膏啊是啊哇哇哇哇哇嗱我就是收到小道消息知道你是喝這個的這個 OK 是吧這個非常 OK 這個如果這個禮物叫 OK 的話我想你看看另一個呢、這個壓軸的禮物，你冇冇請咗邊個嚟？請咗黃子華老師嚟。你 ready 未啊？咩啊？我咁 play 咯。Hello Jackson 你好啊 ，Dodo 姐喺度啊。我唔會問你好嘛，因為咧我一路 follow 住你，我知道你好好啊。嗱，而家咧你就係 Magic Man 嗰個 World Tour 啦，去咗泰國啦，去咗馬來西亞啦，而家喺新加坡係咪？Very very proud of you， 做得非常之好啊！咁啊，雖然咧，我知道你係好勤力工作嘅，咁但係咧都要小心身體喎。嚟緊咧，2023年咧，希望你咧就係咩嘢都係做得非常之好，開開心心。但係咧要身體健康。我自己嘅願望咧就希望咧可以再次見到你嘅真人啦，同你傾偈啦嚇。咁啊，希望你好似我一樣咁樣掛住你。Take care。Thank you， 小姐。咁下我係咪嚟咗啊？我諗多啦，諗多咗。冇啊冇啊，我專登就係知道今次要嚟見到你，就專登揾阿嘟姐，可唔可以拍條片？開唔開心啊？呢個禮物。開心開心開心。開心啊！我覺得我有科，即係嘟姐最近咧，係佢暗戀咗第二位。有冇啲心酸嘅感覺啊？冇，我祝佢祝佢幸福啊！祝佢幸福，我呢啲慢慢老啊。有冇啲咩説話想同翻阿嘟姐講啊？嘟姐，我好愛你，但係同時都想分享一個想法，就係、是。有時唔可以乜嘢都擁有，需要選擇。講笑 ，I love you，I love you， 嘟姐。開唔開心啊？收到啲禮物。非常開心，太有心啦！呢、這個希望你中意啦，真係。好多謝。係啊，我哋都好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希望你哋之後嘅 tour 繼續順順利利啦，好唔好 ？Thank you。希望下次再見你啦。Thank you。面對嘟姐嘅厚愛 ，Jackson 喺完結訪問之後都拍咗條片答謝嘟姐啊。多謝嘟姐。嗱嗱嗱，大家唔好俾 Jackson 呢個冷淡態度嚇親啊！查實係我哋夾埋俾嘟姐嘅一個小玩笑。事後 Jackson 一完 show 都有即刻問翻我哋後續，同埋向嘟姐表白噶。我想問你，嘟姐有冇回覆啊？回覆咗。回乜嘢？佢話佢第一下見到你第一個。講真，有冇回先？真係有。佢講咩先？佢真係有。我問咗佢，佢第一下見到你，淨係講咗句多謝嘟姐，佢好驚。佢好擔心，我係咪做咗啲咩？嗱，呢個唔係我定噶，呢個係 TVB 定噶。之後咧，之後咧，佢好緊張，唔知發生咩事。跟住之後，佢就問下嘉蘭，跟住嘉蘭話 Jason 整蠱你啫。咁佢再見到個首先唔係 Jason 整蠱，係我哋係阿瑩同埋你。你唔好以為呢個 camera 後面冇人啊！你唔好以為淨得我哋兩個，後面幾鬼多人。你拍你拍一拍，你拍一拍，你拍一拍，你睇下後面幾鬼多人？你以為你睇下？個個一隻縮頭烏龜咁，你咪係我哋一齊有份嘅，一齊有份嘅，係，但係佢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唔係我 idea， 係，但係見到你同佢講嘅説話，好開心。多謝我多嘟姐又係我嘅傳奇，係，我my legend， 我女神。女神。